首页可以放置横幅，用超连结连结到相对应的页面。下方的畅销课程、热销首选、热卖产品名称可以自行更改，可以自行选择放置的商品及课程。右方的热门咨询可以放置促销优惠活动或是时事。下方区块为首页焦点，与部落格的功能相似。每页的内容可以自行设计，可以放置影片、图片、文字、超连结及附加档案，让用户免费下载。可以透过右边栏位自行切换每页的首页焦点。首页焦点下方为倒数计时功能，可以针对节日、促销活动、考试日期去设定。点进去这一页也可以自行设定内容，可以放置影片、图片、文字、超连结。最下方这边为交换广告，可以放置自己的企业商标或是配合的厂商商标，设定超连结连接到相对应的页面。再来介绍贩售线上课程，可以分成主要的主类别及其子类别。课程还没购买前，上面会显示愿望清单跟加入购物车的按钮。如要购买课程，就必须注册成为网站会员，也可以透过 Google 或是 Facebook 账号快速建立会员。如您已经购买的课程，界面会显示开始课程。再来，我们介绍贩售线上课程的版面架构，分成课程简介、课程内容、老师。课程简介可以放置影片、图片、文字、超连结。课程内容可以分成单元及第几课，名称都可以自行修改成自己的课程名称。可以透过预览功能让用户预览课程影片。老师的部分是放置师资介绍，后台会自动建立师资资料。已经购买的课程，点选开始课程，可以进入到课程页面。可以透过右边的选单去切换课程影片。影片可以选择 0.5 到2倍速去播放，可以针对不同的用户的吸收程度去变换。为了保障我们的课程影片，平台有针对影片保护设置五大防护机制。第一大，版权申告，会出现在影片开始的前几秒呈现，一旦影片遭到外流，公司是有法律保障的。第二大，商标浮水印，系统会自动将您的 logo 砍入每一部影片，让您的影片有明确的品牌识别形象。第三大，动态浮水印，动态浮水印会随着时间改变位置，有时出现，有时隐藏，有时在上方，有时在下方，要消除会花费相当大的工时。第四大，资安加密，对未加密的网页，你的影片跟个资都有可能被网路间谍盗取，资安加密严格保障你的影片跟个资的安全，加强网路保安跟网页受韧性。第五大，防软体下载，用户无法从平台下载课程影片，也无法从中窃取用户或使用者的个人资讯，如有心人士从中盗取影片或个资外流后是无法做观看的，只会呈现乱码，有效保障我们的影片不遭到窃取。用户也可以在右上角的我的学习观看到购买的课程影片。课程影片我们可以设定观看时间，最短7天，最长3年甚至无观看期限。
程影片可以设定上架及其下架时间，可以提前去做排程规划。课程影片可以设定课程的价格及其特价时间。用户只要观看课程影片，后台都可以汇出用户的学习记录，有效管理我们的用户。再来介绍购物商城，可以分为主要的主类别及其子类别，最多可以分成三层。左边为商品的总类别，我们的产品版面可以透过上方的按键做切换，可以设定商品的简短介绍。下方商品资讯可以放置影片、图片、文字、超连结。此外，商品可以设定上架及其下架时间，或是某个时段的特价期间。时间结束后会自动恢复原本的价格，帮助我们提前去做排程规划。商品及课程影片都可以设定 Meta 标题及 Meta 网站描述，帮助 Google 可以更好的收入网页，帮助网站的 SEO 优化。再来介绍直播系统，直播可以串接 Facebook 及 YouTuber。 后台可以观看到学习记录，可以知道有哪些用户观看了直播，观看了多久及观看次数。此外，我们可以设定直播是否对外开放，可以设定是网站用户才看得到，也可以设定观看权限，可以设定开始时间及结束时间，可以匿名观看，也可以设定只有购买某些课程的用户才可以看得到。再来介绍咨询表单，咨询表单内容可以自行设计，可以放置影片、图片、文字、超连结。咨询的类别也可以自行增加，包含用户填写的栏位也可以新增。只要用户填写表单，我们都可以在 email 内收到，获得用户的第一手资料。首页下方可以自行设计关于我们，来增加品牌故事。另外有服务条款、版权声明、个人资料保护法、隐私权政策与 cookie 政策，都有预设的内容可以使用。另外可以将一些实体活动相片或品牌权威放置相簿，提供来网站的用户观看。平台有强大的用户及使用者管理系统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后台看到用户的学习记录，也可以限制使用者的权限配置，可以大量汇入用户资讯。平台还可以针对每小时、每天、每周、每月，甚至是一整年度的数据分析，让您更完整的管理您的平台。